天要为大家讲的是长球，长球是我们羽毛球最基本的技术。我们球拍要举到头的上面，挥拍的时候小背用力把球往前往上挥，这样子把球送到球场的后底线。长球将对方调离场中央防守位置，制造空档以营造攻击机会，减弱对方攻击威力。